我是 Fashion Boy， 我不会飞，可是我很会掀波。哇！不要卡巴嘞！哎呦！哇！哎，那天我穿那位，我等下去对了杰森单腿我月哦，不适合你那位。可以嘞，我这样子穿他一定喜欢的，因为我看他 Instagram 哦，他很喜欢那种很帅很 hype 的东西，他穿那种 Off White Supreme， 我穿，我这样子穿，我今晚一定爱很便宜。没啦，我要嘞，虽然这个很 hype， 我要穿。我懂现在很 hype， 但是你穿的屁孩这样，女生不会喜欢你的哦。我里面有东西，去哪？你给我穿啦！我要，我知道他喜欢的，我今天要跟他。我要跟他告白，啊不是，他要跟我告白。我叫你，我在里面穿。今天我要教你圣诞节的约会搭配攻略，那学起来呢，考高分约会顺利，告白成功，还可以跟他去啪啪 party。我是说圣诞的 countdown party。那我问你，想到圣诞会想到什么？白雪嘛。那看到白雪，很自然就想到白雪公主的不？那有公主就有王子，所以由此可见，女生在圣诞节是要等一个王子，而不是屁孩不？所以如果你打算圣诞之夜有 happy ending 的话呢，你必须做到以下三个 F。 第一，你要让他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你。那如果你平时穿得很帅呢，今晚你就要很 dead， 这样女生才会 dead 同了嘛。那如果你平时很 flirt， 你今晚就要 go nerd。 那如果你平时很 noob 的话呢，你今晚就要懂得怎么样 look good， 反正就是要给对方一个很 fresh 的感觉吧。那然后呢，你要穿搭一定要带有圣诞的 feel， 所以你就要用我懂了，哎，这样我可以穿这个卡巴，我就配个圣诞帽。我是叫你做个不一样的自己，不是叫你做好你自己，懂吗？所以就要用颜色啊，颜色可以很容易带出一个 mood。 除此之外，颜色还可以很 perfect 的把不同风格的东西完全融合为一体，那毫无违和感。然后在众多颜色里面呢，我觉得蓝色是一个烂角色啊，我是说它来者不拒，可以一堆多不？啊，讲到你，那只要掌握以上这两个 F。即使是这样的卡帕套装，都可以变出五个不同欧巴的 look， 把女生身上不要的吗？那你要帅不是不可以，你都帅了364天吗？那我觉得这整个 look 呢，就少了一种视觉上的效果啊，所以你需要一个很鲜艳的颜色，让你整体的视觉有一种冲击啊，让你走在路上恐高分赚出回头率的吧。这边咔嚓咔嚓咔嚓，对哟，这个 look 简直可以上 show me 的 money 啦，你还担心找不到 honey 吗？虽然它是一个套装，但是它没有规定你每天都要穿一个套装出去，是不是？那这种龟头设计的衣服呢，其实可以很多变的吧。那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个内搭，外面可以搭配一件很难有 feel 的小 deep V 短袖衬衫，再配一件黑色的裤子，然后脚踩 Converse Chuck Taylor， 哇，整个人熟得来不油腻。随便咔嚓咔嚓咔嚓，对哟，分分钟人家以为你是韩国 idol 来马来西亚度假不？那我说过，如果你要当个暖男呢，你不穿暖点怎么样当暖男吧？所以你外面可以搭配一件最近韩国很流行的校园风 deep V 马甲，再配一条九分裤，然后脚踩卡巴最新款的复古鞋。但是你要记得，这种 deep V 马甲穿得好就帅一番，穿不好就变成交通指挥官了吧？随便咔嚓咔嚓咔嚓，对哟，整个就像偶像剧校园里仙子妹子的学长不？那如果你想要再多三分熟男的 feel 呢，你可以穿这种欧巴的毛衣，熟得来又不油腻，还能散发出无限的男友力不？那女生就想看男生穿长袖衣还有毛衣的不？再加上他们对毛毛的东西呢是零抵抗力的不？啊，胸毛就不酸了，然后随便咔嚓咔嚓咔嚓，对哟，整个霸道总裁 feel 这样啊，哼，分分钟还可以霸道上总裁不？那如果你在的国家刚好有冬季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去淘宝买这件109块人民币的名侦探大衣，那浓浓的英伦风为你整个 look 增添一种绅士的 feel， 那女生看到你就心跳160，那下半身就可以穿秋裤配球鞋，随便咔嚓咔嚓咔嚓，对哟，你这样本来你一定懂，这就是传说中穿着淘宝的衣和裤依然可以像皇家那么酷的吧。 OK， 接下来第三个 F， 第三个就是要 fuck， 是礼物。那买礼物是一种学问来的不？太贵会给对方压力，收了又不好意思拒绝你，要拒绝你但是又很想要一个礼物，很难做的嘛。太便宜又显得那个女生很 cheap， 还有不要送那些化妆品、包包、手链，这是典型 fuckboy 先扎波的 starter pack 吧。哇老这样麻烦的咩，我说我踏选购好了，这样我也可以踏选购，今晚就踏选购。
所以你可以买这个 Fashion Boy 和 Beauty Store 联名推出的 Fabulous Christmas Box， 里面有号称韩国 No. 1的冷面粉刺杀手黑头粉刺棒思密达，还有这个韩国史论很爱的牌子 Pattison 的 Argan Oil 的精华液，还有头发喷雾，用两年头发不但可以全天候香香，还可以自行修复。那这些是他每一天都可以用到的东西，不用理会肤色体型等级，每次用到都会想到你吧。啊，这种小贴心呢才是王道，用了香香还不是你修。哎 Fashion Boy， 是不是我们男人也很色这样哦？我们总是做这个做那个，就为了讨欢心，到头来是为了讨欢心。是咯，我们男生又难买嘛。你看，买太便宜你又嫌弃不要用，买太贵才发现到最后不适合你用。这是不用紧，我最爱另外一个 Fabulous Box 吗？没错了，这边有一个 W Dressroom 5 Plus 1的 Combo， 韩式美学的包装，不只是 Insta 我的送礼，也大方得体不？里面有5支香氛喷雾，再加一支 Hand Cream， 除臭杀菌99。那你要伴侣香香，你才可以爱他99的不？真的是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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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结论是，正所谓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，套路会转，脱单不会太晚吧。那简单来讲，就是要吃脑，不懂得吃脑呢，你 TM 注定吃草不？我在这里和老老虎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， 祝你们圣诞有个 Happy Ending 吧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分享2次，看个8次，看你爱上我意思不？也要记得 like 我的 page， follow 我的 Insta， 然后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记得打个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